起好莱坞啊，都不知道看到哪里去了。来看一下娜塔莉波曼，她眼睫毛非常的翘，但是她有代言睫毛膏，可是被强迫下架，是因为太夸张了吧？什么啊？奥斯卡影后娜塔莉波曼实在真翻嘞，真到让人眼红。她最近为睫毛膏拍摄平面广告。起来效果惊人呢，叮叮！但这广告啊，被投诉夸大效果，在英国被禁止刊登。日前，先是有英国女性民众投诉，用了之后呼呼令人失望。接着，美国邮报则刊登出广告照的修图前与修图后，这一看就知道嘞。修图前的照片，睫毛伸长效果不明显哦，但修图后却根根分明，睫毛还臭得跟什么一样。金针同业质疑广告不实，趁机向英国广告标准管理局检举，这广告就被禁止刊登啦。其实广告夸大不实被禁止刊登的还不止这桩。凤凰女茱莉亚罗伯兹的粉底液广告也被投诉修得过于完美。How do I stay feeling young? By stimulating my body, my mind, my curiosity. 以及瑞秋怀兹代言的抗皱商平面广告都被检举有误导之嫌，禁止刊登。苹果娱乐新闻，当大家眼睛都瞎了吗？报道。